要不要一起试一试？好，这样放就上去。那这样放就抬着冲往上走。OK。一定要小心旁边的这个温度。要注意这个锅盖行不行？这个是烫的，还是？好的。这样往上跑，它自然会再讲解成具体的。对吧？嗯。那小明哥现在在做的也是一个总翻译。哎，对，那个伞盘，那个水费呢，挺好吃。这是杀青最重要的一道工序。明白。哦，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，这个温度，这个茶叶本身也是有温度的，嗯，是这样子吧？对对，这样子才能把这个茶叶呢杀得均匀。明白。然后弄几次要抖抖。哦。再往上跳。这个还得抖抖。哦，这很烫的。嗯。注意看手要碰到这个一体锅。嗯，明白。嗯，直接的，他的这个水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，不好意思说不好。挺好的，所以这个几个动作的一个最后达到。